有香味，对啊，有，大家都是妈妈了哦，我们要再来《弟子规》的入则下啊，大家要学习《弟子规》里面的孝顺的那个精神，还有它的美德。然后《弟子规》大家都背得很熟，回去就要把这些很棒的美德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好不好？